者王新宇台北报道。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自1998年播出后，虽然曾翻拍过，但首部由赵薇、林心如及苏有朋主演的版本孩是最让人津津乐道。但2015年后无预警停播，让不少影迷失望。近日琼瑶终于出面解释，透露都是中国编剧于正的错。有粉丝日前在琼瑶的脸书写道，阿姨，还珠格格又开始播了，好多人都在看，都说想死他了。而琼瑶知道是在中国湖南卫视播映后，也出面澄清，是的，他们最近取得了我的授权，当初因为于正抄袭，我和湖南卫视有了嫌隙，我把还珠格格版权也收回了，今年他们又找我，我说都在写书谈生死问题了，还有什么事会看不开呢？一笑泯恩仇，就再度授权给他们播放。而还珠格格能在众见天日，也让中国粉丝嗨翻。琼瑶回应还珠格格停播，翻摄自脸书，琼瑶回应网友的留言，解密还珠格格停播的原因，翻摄自脸书。